来开始录新年新希望。啊，我是 L， 新希望就是买第三，买第三。哇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换下一位，好，换下一位。你要你今天是要挑战十分钟游玩日月潭吗？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。好，好了，大家的愿望成真。耶！好，换哥哥。就是公司在多发点奖金。我是碧伟，希望大家可以顺利看到日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梦游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吧，愿望啊，愿望啊。重点是要赶快毕业吧。赶快毕业，赶快毕业。好，那下一个。我是慧玲，希望大家有工作的都工作得很顺利，年终拿的很多。没有工作的，赶快找到新工作。还没毕业的，想念书的，大家都心想事成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凡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跨年，感觉很棒，希望每年都可以在这种特别的地方跨年。那请问你现在在哪里跨年？我在眉峰。哦，我是阿佑，我的新年希望是今年赶快考到汽车驾照。什么鬼啊，这个什么希望？我俊杰，我的新年新希望是赚多点钱，拜多点家。我是永泰，我希望今年我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，耶、yeah, ！我成立工作室了，耶、yeah. ！我也要拜第三。好，我买相机的钱已经去买 server 了，我要买第三。开始说。现在4:32，我们这群神经病要去合欢山。你要看一下外面，证明真的是黑的。俊杰，车窗摇下来。哎，看不到你，你看我切到，看不到我啊、你把车内灯打开，夜、yeah, 市、yeah, 看日出了，我们要去合欢山看日出，大部分人都起来，只剩枪而已，只剩枪还在里面睡觉，还有我，好走吧，我现在在往五岭的方向前进，前面有一台大货车。刚我们开路太长了，没办法超车，这么黑超车也太不行。然后我们后面有好多车，现在在鸢峰，这里一堆车子停在这里是怎样啊？大家都不睡觉，有可能继续往合欢山方向前进。大家不睡觉那是怎样？哎呦，还有大卡车，小心，靠边靠边。哇，好多车哦。对啊，他们为什么一直起来？刚刚经过昆阳，现在雾好浓啊！这看得出来雾很浓。你的大灯看得比较清楚。Hello， 现在前面塞住了，好像是五岭吧。完全不能动，现在派代表下去看看，就是我啊！加油，小泰，加油！冲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冲！冲啊！冲！不要出去三点就回来。前面为什么塞住了？他的双向车道卡住了。哦，对，是。哦，那应该是没办法。没有办法了。你说这是从停车场里面塞住的，对，整个塞出来的。是啊。原来你们。呜。台湾体验。呜。台湾体验。哇。完全不能动。这样子是动不了了。
哇，完全动不了。哎，回去了。现在武林那边过不去，我们要八股了，连机车都过不去哦。没想到台湾这么多疯子，不要再上来了，上面塞住了。不要再上了，我们要回眉峰了，受不了了，这么多车。对啊。哇，你这么惨哦。哎，这是不是刚刚那群厢型车？对对对对对。他们可能在那里也看不到。对，你看他们有编号的，所以渊峰也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对，因为雾也起来。所以我们还是去眉峰好了。他们可能想高一点，可以看云海、啊。对，没想到那么高，那么多车。雄狮旅游的、啊。雄狮旅游、哦。对啊。是啊。所以应该是好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